金门这座英雄岛，有着动人的胜景，有着美丽的风采，有着壮烈的战史，有着焕发的精神。经过烽火洗礼后，更为坚韧茁壮。而八二三战役，可说是让金门在历经五十几个年头后，依然在中华民国历史篇章中鲜明挺立，发光发亮。民国47年8月23日傍晚，共军以各型火炮340余门猝然向金门群岛发起全面猛烈的炮击。国军炮兵部队于敌炮火发射6分钟后，立即向对岸炮阵地断然展开反击。在44天的昼夜激烈炮战中，中共发射47万多发炮弹，战况惨烈的程度不能想象。同时造成张杰、赵家湘、吉星文等3位军防部副司令官殉职，但国军官兵仍无惧炮火威胁，坚守岗位，奋勇抗击。这五千台之后啊，台海大概发生过3次的危机哈、啊。这个其中啊，这个时间最久，那战况最激烈就是民国47年的八二三炮战。整个炮战大概也分为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大概就是啊，炮战的前2天，8月23号跟8月24号，啊，中共用奇袭的方式来对金门进行炮击。那第二个阶段啊，大概就是突破封锁的阶段啊，大概是8月25号到9月12号之间。第三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反炮战的阶段，9月13号到10月6号。那反炮击阶段是这个时候中共啊，已经不是像啊，前2个阶段啊，这么疯狂的这个来发射炮弹，它是啊采用这个少数的啊或者是单炮的方式来射，来这个以群的射击啊，啊这个的目的大概就是要产生那种心理震慑的作用啊，它不要主要还不是说要进攻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目的啊，这个整个炮战到了后期，这个中共看起来对台湾的威胁也没有那么大了，可是台湾的反制力量就越来越强。好，所以中共在10月6号的时候就宣布啊，当时中共的这个国防部长彭德怀就宣布啊，就一篇告台湾同胞书啊，宣布停止炮击1周啊。那10月6号1周之后，到了10月13号啊，他又再宣布说要顺延2周啊。啊，到了10月25号啊，说以后采取单打双不打的一个方式啊。啊，这个单打双不打一直是持续到民国的啊68年中美。啊，就是台湾跟美国断交啊，然后后来美国跟啊这个中国建交的那个时候才结束哈、啊。炮战期间，因金门海港遭共军火炮封锁，我海军官兵分别在824、827、92及919等4场重要海战中，与共军鱼雷快艇及快速炮舰短兵相接。反制共军对廖罗湾海面的封锁，有效掌握海峡的制海权，同时着手规划闪电、鸿运及轰雷等运补计划，使来自台湾源源不绝的物资得以运抵金门。其中，美元的8寸榴弹自走炮成功运抵金门，更是发挥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。为了掌握台海制空权，掩护运补船团，我空军健儿在924、平潭等12次空战中，共计击落中共米格机31架，缔造31:1的辉煌战绩，创下以少胜多、以寡击众的辉煌空战纪录。其中，924空战中有我无敌的空军健儿配合地面炮火，曾在1日之内击落敌机11架，令敌闻风丧胆，成功赢取制空权。不仅如此，国军亦陆续策划中平及神鹰等对金空投计划。除利用我空军 C-46 型运输机外，在神鹰计划中更有美军 C-119 型运输机加入序列，进而扩大金门空投量，破解国军封锁金门的企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炮战期间，金门民防部队也以村里中队为单位，配合担任卫哨、巡逻、消防救火、伤患救护、补给运输等工作。
当运部传团抵京，则由乡镇大队轮流担任案前作业，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抢卸装载物资。这一仗不但打出国军官兵越战越勇的坚实战力与士气，也打出了台澎金马军民唇齿相依、同岛一命的战斗意志。我们是刚好在12点多钟啊，半夜里啊，坐了船呢、啊，到了金门，撂了腕以后呢，就碰了一场海战，九二海战。我们一条104的舰啊，牺牲了很多人，也把他们的鱼雷快艇啊打了10几条。所以从那个一次一看以后呢，所以我们很客观了、就是看这个部队啊，战力很强，部队的意志力非常强。那可以说是这个104舰啊，这个在这个交战的时候啊，这个倒下去，第二个马不要有指挥官了、就自动的就递补位置，拿着武器跟他们个在海上打。所以我们中外记者，尤其这个外国来的这个到台湾来采访的记者，他们看了以后都非常的称赞，就是说虽然我们也有死伤，但是我们很勇敢，很有决心。那个44天里面呢，那个断食不断食，浪食不浪食了啊，就是说小休一两点钟还是偌久啊，大概44天了、通通也先都没有停。我们飞机一到机场上空，那炮就打。我们这个海上武器船一到临来到寮洛湾，还没进湾，它的射程就飞到我们这个运补船了哈，也不敢太靠得干，靠干我啊，它跑到来就被打到。所以我们的那个补给权呢，是在比较远一点，在他们的射程以外。那以后我们就采用的 LVT， 用 LVT 的这个水鸭子去抢滩，生食啊，最重的就是在抢滩的时候。战争曾经让金门地区在烟消度日，但是经过军民几十年辛勤建设后，现在的金门却有了不凡的新风貌。尽管景物今非昔比，只要在金门岛上当过兵、站过卫兵的弟兄们，他们对金门的情感可以说比金门在地人的感受更深刻、更强烈。金门这个823那一天呢、我们连长吃饭的时候，连长讲金门主公辛苦了，说加个菜。刚好吃了6点钟的时候，就开始那个炮弹了。就在金防部的司令官那个上面山上啊，炸山啊，嘣嘣嘣！刚好我们后台一个油库，很可怕，外面的油库有一发炮弹爆炸了以后，烧下那个油直接流到我们那个排的据点，我们排的据点呢也在那个水沟底下，那时候一段时间很苦啊，吃的没有，飞机空降从那个机场一路丢那个面粉啊、米啊。然后叫到上面再发给我们吃。前面有印象的话，就是在新头的话，下船了、一直下船的时候啊，这炮弹的话就来了，是打了新头，结果的话，2个连的话都牺牲了。我当班长嘛，当第7、8的班长嘛，我们班的话还9个人，就45个了。造的话10分钟大了，那更惨，那个汽油桶都打了爆炸了。那个炮弹的时候，打进去的时候，我就踩那个吊包那个射击那个窗口起来看看，那炮弹皮将上去打到我钢盔。我们以前的时候枪，民防队的枪都是自己带，那假如登陆艇什么来的时候，就是整分队。整个分队的去抢滩，没有抢滩成功，那个炮就
就来了，一发炮弹来江江楼在旁边。我们要去的时候，我妈妈那时候在，你在那个啊，说起来就很漂亮。如果没有八二三的胜利，就不可能有今日的和平、自由及繁荣。如果没有当年前线军民的牺牲奉献，就不可能有今日举世称羡的台湾奇迹。那台湾这个位安定，是当时啊，伊个民国47年1958，咱八二三这战役嘛，共同在金门参加战役的个战役，会去当保存嘞。和咱这现下这个海防三军一种精神教育，哦，这是真好的代志啊。历史不能遗忘，为了唤起国人崇敬国军、支持国军的初衷，国防部在去年曾经举办《钢铁的八二三》音乐剧，今年更是配合黄埔建军90周年制作国与家音乐剧。节目内容对于八二三炮战多所琢磨，即是希望借由感动人心的艺文活动，带领众认识过去国家所面临的危难，以及国军为保卫国家所付出的心力。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八二三炮战的精神持续把它延续下去的话，我想啊，以我们国军精良的一个训练，来加上我们那种啊非常啊坚定的一种思想信念、高昂的一种斗志的话，啊，无论如何，在未来哈，即便中共他透过不管是啊舆论战啊、心理战啊、法律战的一个攻势啊，或者是文化上面的统战的一个作为啊，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坚守我们应该有的认同跟本分，以及认知到中共他的一个攻势跟作为，确实的去维护我们整个国家安全。八二三战役结束已逾半个世纪，国人的忧患意识不能因炮火远离而有所松懈。在纪念这场战役的同时，除了要向当年参战的军民致上无限敬意与追思外，大家更要体认落实全民国防的重要性，建构足以有效各组防卫固守的国防力量，才是做好预防战争、维系和平的最佳准备。